音樂的作用其實很大的，它可以將、一個故事呢更加完整，將那個故事裏面要講的東西拍個訊息，它可以用音樂的語言去加重。就係講故事俾觀眾聽咁樣，可以帶住觀眾嘅情緒咁樣去欣賞一個故事。我是九天玄女十八罗汉金童子，回天灭地大魔王，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座下第一大。